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ggy。今天我们要吃榴莲给大家看，你有吃榴莲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刚才我吃一口了。你吃一口，我觉得我吐出来。你觉得不好吃？不好吃。啊，榴莲是超好吃的。你很厉害吃榴莲。我自己就是厉害吃，是马来西亚榴莲是超好吃的。哇，教大家看一下要如何开榴莲哦。马来西亚的榴莲，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品种怎样分猫山王。点咩好啊？看一下，我们首先要讲一下猫山王是怎样看一下。我们看一下猫山王的屁股，先快点 share 一下猫山王的屁股。屁股啊，你要看这个？看哪一个？我们来看一下猫山王的屁股。OK， 来，我们的师傅讲解一下猫山王的屁股应该是怎样的。啊，这里漂亮，来，啊，看到吗？它讲有个三星星这样，哦，星星这样，然后这个开了应该是开这里来吃，对，那要开这里，哦，就是这样子破开它，勾勾力干干的破开它，哎呦，香味已经跑出来了，香味已经跑出来了，哇塞！大家应该很想知道，这里有几粒榴莲？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粒。这里的榴莲呢，大概是马币差不多要500多块左右，500多。说现在榴莲在马来西亚是很贵的，因为这种榴莲呢，不是跟泰国榴莲不同的，这种榴莲是自然的跌下来的榴莲。哇哇哇！第一次吃榴莲呐、啊？要吃下去，好吃吗？很怕嘞。过来，我看一下你，喂，你不要走，快点，过来，我看一下你吃榴莲的样子，快点过来。怎么？不好吃。好吃吗？不好吃。你知道这块肉几块钱了没有？你知道这块肉几块钱？你浪费肉啊，哈？浪费啊！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？啊？这样一块就要几块钱了。嗯。好吧。舒坦不？嗯，我妈妈也是很爱榴莲的，你看，好笑。来开个了。嗯，再开第二粒榴莲了。现在我们要来开第二粒榴莲，我们拿枕头来分榴莲。妈咪，你拿我的枕头。嘿嘿嘿嘿。这条老好了。哦。哇。哇，来叫舅，你有叫舅母来吗？他睡觉。叫一下他们没有睡的，哇。这条是看人家爸好了。嗯。榴莲，我刚靠近的去了，又靠近。哇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样子一口啊，就是要10块钱了。嗯，差不多，因为一斤肉现在目前外面都卖着55块左右，所以刚才这样子一点点榴莲就已经好吃了，兄弟。所以吃榴莲就会把你的家产给卖光，我是真的。不是好朋友吗？一大堆榴莲来吃，榴莲的大家就是要围炉，嗯，开始吃了，吃了，嗯，好吃。有个传统啊，就是吃完了榴莲过后，我们就拿这榴莲壳呢做盐水，然后呢就会退热气。这是老人家讲。吃香蕉。吃香蕉，好吃啊香蕉。榴莲为什么有刺？你懂？我问你，榴莲为什么有刺？为什么？不懂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榴莲有刺，是因为榴莲呢，它要预防它给人家偷，说它跌下来的时候它有刺，它就打掉那个贼，懂吗？真的，这是传统的人讲的，它有刺，因为它怕人家偷它嘛，所以它就跌下来的时候有榴莲壳有刺，所以那个榴莲就是有刺的。会刺榴莲的人要知道，榴莲是刺肉的，不是刺皮的，懂吗？嗯，你不懂。公公鸡，公公鸡。看呐、啊，全部每个人的石头都不一样，有些人讲甜，有些人讲苦，可是只是一块榴莲。所以榴莲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它每一口都是不同味道的，所以很多人就是疯狂的吃榴莲就是这样子，每个都好像品尝红酒这样啊，去品尝那个榴莲。开榴莲啊，大大力按，哇！厉害哦，有吃饭哦。现在我们已经把榴莲吃完了 ，OK， 这个是谁？芊芊、妈咪、爹地 ，OK。现在我要种一些三棵榴莲树。
种了过后，然后我们就不用买榴莲了是吗？对。然后都吃你种的榴莲是吗？对。榴莲种给你们吃的。种榴莲哈 ，OK， 加油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榴莲完啦。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 share、按 like， 还有按下小叮当哦，拜拜。Later。你买一个榴莲先，你吃了，你把榴莲壳去丢，你剩下的种子你拿去洗，洗了以后我们不用再买呀，种出去。种榴莲。我们要种榴莲。种了榴莲就可以。给你。Peggy Love Fakey。